是点狠的，跟你结眼的啦。啊，你吼，那来偷窥吼，用24点钟久安尼吼，24点钟久，嘿，你若偷窥就用24点钟久啊。这几天真寒吼，啊，你就爱保暖。这样呢，搓，啊，连着烧。我这几回来当出来了，感觉哦，咱足幸福的啊，你足福报的啊。出来动一动啊，运动一样啊，这一坐起来就不冷了，很暖和了。哪怕是在过年时间，实际的那经济呢，不停歇的这一份爱的互动啊，非常的密集。好，大家在这样的过年的期间，有人呐、玩呐，吃喝玩乐啊，不管是喝酒啊、赌博啊，或者是爬山啊、涉水啊，到危险的地方去度假。那看来都感觉到说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呢？空白的浪费生命啊！也看到了，就是坐在麻将桌上啊，一次呢10个钟头啊，连续都没有休息，一直到了他最后一口气，还在思考啊，要如何呢？打出了一个胜仗，那也有呢，喝酒造成了家庭悲剧呀、多可怜呐、酒醉啊，就把自己的本性麻痹掉了啦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想人生苦难呐，不都是自己造就的吗？可是慈济人呐、总是生命很宝贵，总是永远要做人生命中的贵人。像马来西亚有这样的一对苦命鸳鸯，这个印尼的女孩子呢，在18岁那一年就被卖到了马来西亚，在马来西亚呢，堕落了这样的烟花酒气之中，到了这20多岁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位年轻人，那就这样的结为夫妻。他也希望离开那样的烟花的生涯，那就是结束了，来嫁给这样的一个人，也没有正式的婚姻呐。不过呢，嫁过来以后呢，发现到他有病，检查了，他就是艾滋病了。这样的艾滋病呢，他的先生啊，也一直想要把这一位同妻太太把她医好，把工厂卖掉了，车子也卖掉了，一切呢都卖掉了，以后发现自己也有病，检查了同样也是艾滋病啊。这一对夫妻年轻轻的啊，已经呢都是病入骨膜，这要治疗的确呢都要一笔非常非常高的医药费。现在是2个人呐、这种病呢也很难治好。不过呢，这位先生啊，还要拖着病痛啊，没有发作的时候就打工去了，病发作了，2个人都是病啊、痛啊，彼此之间真的是苦不堪。啊，有一位慈济人呐、这位慈济人呢叫做素萍，他是自公菩萨，但是呢他自己啦、久来也有病，他是癌症啊。
他投入了慈济以后，他要发挥他生命的光辉，甘愿呢、去做人家生命中的贵人。这一对夫妻呢，因为亲友没有人要理睬他，唯有呢慈济人一而再再而三要去辅导他，但是他对慈济人还是抱着怀疑。不过呢，每一次